考人家怎么考的啊？还给我！不行，
没收了。马上过来，好了啦，马上十几万人，老师好了啦，管你们十几万几十万。所以老师你看，你刚刚都说我他妈不是都带大哥大。各位同学，我知道你们都是社会人士，但是考场如战场，很严肃的，不要在这边呜呜呜说。对啊，我先打电话，我要好好的考了。这么有精英呢？什么精英呢？老师，等一下我检查一下，是你们的，奇怪。老师，是我的啊，我有两只大哥大。